巴哈雷关心，你比先期的专题报道，先来看呢是云林县天一县期，也这个特价讲是陕西的县期，也拜你比先期总共有33人登记参选，分配是乡英国民党部分区立委许淑博，民进党立委刘建国，韩国人民最台党郑守基，云科大处理教授王明新。云林县虽然是六阳的票仓，不过上届立委选举，云林县县多位亮相。中快路黑国民党嘅，尤其系苏博，韩国系提提防控港元过多年呢，唔过伊也有提防派呢，无正下被报复嘅。刘建国在上个演说里边布线呢时节，得捏土三万嘅绑票。阿布是条天使卡汉，唔过无论到现场经验有几多，系苏博强用底线去期盼林立草坦飞，是做过世界级别的毕业系苏博，你冷冷当年的时节，在党内争取严重出现无成功过后，是当签做过国民党云林县党部主任，你冷冷九年生日的，只有底部做国民党不分区的毕，先后从政18年。主题公开侦探路中，我们虽然3个人登记，但事实上就是2强之争。那我也不敢说我一定有绝对的胜算，但是我一步一脚印了、那我唤起民众18年来对我的记忆，因为我18年来他们对我来讲太熟悉了，而且我过去的所作所为，我想都是摊在阳光下。当然，过去他们有很大的所谓的蓝绿之分，我希望能够打破这个藩界。上海整体连一枚民进党立委刘建国，虽然从政嘅经历较少，唔过佮每个一路对清基层嘅斗六市民代表，云林县议员开始做。虽然听伊人人扮演的铁七嘅立委选举，刘建国用38.29%嘅得票率，苏本得票率49.11%嘅总胜率。立委总选举因为当选无效，2009年刘建国再个代表民进党参加立委补选，今年用58%较高嘅得票率先到立委。我这两天700几天坐高铁的车次超过要到2000次，你台北爱拼，你中央爱拼，你迄个所在爱大声，为台为国人民讲较济话咧，互中央吼袂耳空啪啪听无啦，互因听有，啊，佫会当来甲因承诺。来啊，甲较侪建设啊，较侪福利的这个经费来拨转来给云林人吼，这是我过去对做代表、对做议员，伊个即毛无改变。云林县的天一县区包含斗六、斗南、西路、古巷、太皮、赤桐、林内、义仑、仑北、亚旧乡镇。过去几下从的县区，斗六也给太票从，但是系国民党的县票，西路系支持民进党的人较多。在往下嘅冲镇、仑北同义仑，系南六一般一般。故说全国客家县票可能变作信仰的关键。其实，我本身嘛是。有嘛是客家人吼，我嘛有客家的系统吼，啊，但是客家久，我听你讲客家久客袂入来吼，啊，咱真欢喜啦吼，咱嘛感觉真荣幸啊。迄天咱的啊，嘉义客家园区动土迄天，拄我咱的客委会主委吼，黄主委有来，啊，我建国吼当场啊，就甲主委要求吼，你家建体，啊，我来个软体，啊，这软体是第二期的工程费用。这第二段工程费用才1500万，是唔注意，你都白白来去抓，是唔是当当场更加咁答应吼？萨安克的整个传承的基础啊，相当的重要，所以这文物馆里面啊，将来还会大概有1600万的经费啊，在软体的设计方面啊，还会再加强。所以主体的馆盖好以后啊，我已经跟这个客委会的主委讲，这1600万将来在软体的方面啊，可能要加强。那这些软体绝对不是只有摆设，而是将来要用电脑化。那将来透过所谓的软体工程的设立，我想这个就可以来建置一个非常美观，而且非常舒适，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场所。提起今日比选举，因为民进党的刘建国同台联嘅云林县参选，四至多翻六县票分散，固守国民党信仰。唔过，立委补选的时节，帮助国民党郑世伟总经理对上前立委总上分的阿爸总飞燕，在派内分裂下，刘建国抢下立委补选席次。
也拜古天言的献技，去一对一的南流对决，硬是六强体风派内激情整合。南洋方面，因为双败李飞布线，同水李飞过线，初神农飞同水李飞，两个总派相互不满。农飞总派无限定输去海鲜李飞，后生人总加权的表演。水李飞总派对两败献技无成功过后，伊抢出淡水也败给泰县。故作去苏博，爱行卡三门打兵，去提防摆票，来整治行卡多县民嘅认同。下个新闻，李兴龙云林报道。